尊敬的战友们好啊，3月16号啊，哎呀，我的妈呀，真快了，3月16号了。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大概从凌晨3点钟到现在，我基本都在看文件。你看我的头发像炸了一样，我也没有洗，冲凉也没有洗，我就，你看看像不像疯子啊？在我这个录小视频前，我就跟我们的审计组的吴老师发了一个信息啊，跟 Q 妹发了个信息，啊，跟木兰发了个信息，谁没发啊？也没有任何对话，因为在这之前，这个世界我感觉已经崩溃了。我今天下来，咖啡是端过来吃的，喝的，但我现在连你起早的面儿没见呢。我听那厨房叮咣叮咣了，为什么？真的是世界末日般的感觉啊！我就是两种感觉，就是一边冰凉的水，一边是滚烫的水在浇我的感觉。这么冰凉的水，就是我很多很多很多过去的投资者，就在过去这几天，有钱的人跳楼也没胆面，破产了。破产的很多人是不能公告的。不是他上市公司，他必须让人家知道。很多有钱人，他钱没了，他不能说。比如说潘石屹这个王八蛋，他在硅谷银行，他开账号，他不可能用潘石屹去开，他也不用张欣去开，他也不会用搜狐中国开，他那些钱都是非法的，啊，他找了 N 个什么鸭公司、鸭二公司，是吧？鸭王公司，对吧？他在那开的，他敢承认吗？敢领吗？那都脏钱。就类似我认识的人，基金里面有很多投了钱，啊，都是欧洲的，啊，在其他国家投资的，都是为了逃避税，是吧？常年几十年投资成功，都在别人名下，钱吧唧没了，跳楼都找不着门儿，啊，你们不知道有多惨。我的一个哥们儿在瑞士信贷听了我了。你知道我真气得我无语啊！从昨天晚上到这儿，他原来啊，他大概有个7、8亿美元的仓位股票，他是长期持有的，信我的卖了60%，啊，现在40%归零了，他还有侥幸心理，啊，不但如此，我日本一朋友，这日本人的脑子真的跟狗屎一样，啊，我真的。这日本人有的真没办法，昨天我就傻眼了，我就觉得这个日本人给我说了半天，在中国几个项目撤回来的没撤回来的，基本钱全没了啊。然后呢，美国的几个朋友那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你去想想，那些投资突然间就没了，放在银行存的钱都没了。然后另外一个在德意志银行的啊。要撤出钱，撤不出来，不让撤，啊！他自己从家里边跳楼，被摔死，送医院去了。想想，就七哥一个人经历这么多事情，你去想想这个世界呢？你能想象得到吗，兄弟姐妹们？别老看他家盖高楼，别老看他家吃酒肉，你没看他家跳楼呢？啊！更夸张的共产党，啊！昨天咱们体制内的几个战友把我搞惨了嘛！任命完以后，李强上来以后，现在实行也在进党内缓急两策，啊，给美国示弱，咱们好吧，是吧？给香港示好，香港未来要无限美好；给上海示好，上海人民无限示好。这面叫捅刀子。啊，共享财富啊，是吧？继续把所有的大额过去几十年的所谓存款啊、转款都查清楚啊，啊，把香港那四大不要脸家族的地呀、啊、啊钱呢啊，尽量往回要，你共享财富嘛。然后中纪委啊和政法委，所谓的国安委啊一起。
要在全国范围内说要把共享财富落实到位，那就是杀富济贫。给你的感觉是杀富济贫，是杀富济习。习家军、习家党需要党费，咋的？你知道我有些话不能具体说，在台湾这个问题上，给蔡英文捎信的人回来给这个习说，蔡英文真害怕。我今天就对着镜头说，台湾是蔡英文先退的，是习派去的人明确告诉蔡英文，你让麦肯锡别来啊，麦肯锡也就借坡下驴，那我就不去了。我俩人胆儿都不大，但是极大的鼓舞了习的斗志。习听说回来说，你看他怕死了吧，怕死吧，他们怕硬的。两会明确的告诉党内，台湾的事情，台湾战争随时开始，从现在起没有开始那一天，说两会今天就是开始那一天，而且整个是备战总动员进入战前状态啊，所有过去两年已经社会经济政治各种方面人心已经基本到位。什么意思？他已经准备好了大招，而且说前所未有的国际大形势是对收复台湾祖国统一最有利。他真说对了啊，美国欧洲根本没有经济没有精力去对付这件事儿去啊，这是所有世界大战前的必然的一个国际环境，有利于独裁们啊想打仗，有利于改变国际形势啊。现在美国这种经济问题，另外真的是你能想象得到，共产党说无论如何美国和西方世界的病毒溯源都有一战，那就不如早战全面开始啊。昨天晚上到现在我的心脏砰砰砰，昨天我听了很多事情，我脚脖子跳，我从来没觉得我脚脖子怎么会，我这个脚就是脚的这个脚脖子噔噔噔跳，我说这又出了个心脏吗啊，然后脚心跳，哇，我能感受到这个地球咯吱吱吱吱响，能想到病毒溯源它躲不过去，国内经济躲不过去，更重要的俄乌战争它已经参与了，这也躲不过去，它不动手人家动手，还有觉得中国的经济问题那不打一仗根本过不去，而且要树立习家军就要像毛泽东啊，必须上北朝鲜来一下子，死一些人，建立自己人；必须像邓小平搞一个印度、越南无聊的战争，是吧？死一批人，建自己的军队。现在习家军说内部行了，外部不行，要建立习家党，啊，习家国，习家国，习死皇，真的是疯狂了。你看看今天早上到现在，昨天。整个金融市场哀嚎一片，美国的银行像下饺子一样，新中国联邦人珍惜吧，真的要珍惜，万福万寿，你都想象不到我们有多么的美妙的脚步走向了只有我们拥有的美好的未来。看看这疯狂的世界，只有我们有未来，有希望，有安全，有真心相对的兄弟姐妹们，我真希望你们能懂，没有比我们再美好的。说完了，现在我这是完全是泪岔了，你看我这脸这胡子，你看都勾了，都是啊，我这是先录到这儿啊，我得吃口东西去啊，这个有时间再给大家发信息吧，不该踩了。